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潘丽琪。大家好，我是很美丽的公主。我们今天要介绍昨天去 trick or treat 的糖果，还有饼干，就这些，基本上都可以用，可以用太暗了。就这些，我的是这些，然后妹妹的是这些，还有哪一个字拿出去的？分开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介绍自己拿出去的。首先有一个小条根，我们把它轻轻的拔开，然后再把它戳，看看有什么。哎呦，里面有一个小唇膜，我都不知道。好难看，哦，有了。哇，Hello Kitty，Hello Kitty，哎，它好像可以穿这个戴眼镜的，还可爱，看得到吗？好啊，那妈妈，你先帮我按暂停一下，哈。好，开始了，开始。我的有，我的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不用拿起来，放着一起数就好，慢慢拍就好。三十五六七，我知道，先数这边的。这两个都算十二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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